然后就是随着一次一次的跟大家见面，然后也跑了76场的商业之后，我觉得今年的我就是在站上一样，那个很酷，我知道你说哪里一样的哪里，没有不一样啊，就站一样站上很多人舞台之后，经过这76场商业的洗礼，觉得自己每一次都比每一次更成长，然后这是现拿现在的自己跟去年的出道记者会的自己比的话。 我觉得，因为有OL的关系，所以进步很多。谢谢你们。上次有顺利讲完了。好，温婷。